我们现在在翻到第107页，我们现在弹奏一个技巧，叫做小爬音。我们上次的音是同时按，但是现在要从低音到高音弹下去，一个一个音一个音弹，而且要速度很快，速度会很快。好，那这个拉就变成是这样，哦，那这个后面的 re 一样，然后 do， 好，是这样，所以可能要弹出这个味道很不容易，要多加练习。好，我们现在加上十度伴奏，我们先把速度放慢，弹一遍。这样弹起来，旋律非常优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对节奏示范一遍，从头弹到后面，不用反复，让大家听一下。这样旋律就加上了小爬音，很难弹，大家要多加练习。大家在看了前面的教学影片之后，已经学会了一些伴奏方式，以及弹奏了一些歌曲。如果大家愿意给我支持与鼓励的话，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有一个感谢的地方，点下去，然后有一些支付的金额，有30、75、150、750，然后选择你们要支付的金额，再按右下角的购买并发送，点下去之后进入下一个页面，有你们要支付的方式，点下去以后确定了你们要支付的方式之后，再按购买。如此即完成了感谢的支付，谢谢各位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。